今天呢，我准备接受一个挑战，我老公给我的挑战。那么他让我用外国的菜来做中式的做法。他先给我买了三种，第一种就是这个萝卜，它很像萝卜，所以我准备把它用萝卜的做法。第二种呢是这个绿叶菜，美国人常吃这个绿叶菜，好像叫做叫什么来着？叫做什么甘蓝？我以前在吃沙拉的时候好像见过它。三样菜就是这个。我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都惊住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来做菜，难道把它当做蒜苔？那我今天就来挑战做一下这三道菜。给妈妈弄一个，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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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美丽，滋滋滋滋滋滋。哎，那兔没醒的满天飞。现在烤箱正在预热，基本上该做的我已经都做的差不多了，给大家看看现在的进程。牛肉在炖着，哇，感觉好香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准备好的萝卜啊，它炒那个叫做无青啊，它不叫做萝卜，但是真的跟萝卜几乎一样，连闻起来有一点土腥味的萝卜。然后这边是我弄好的排骨，因为我这个烤盘太大了，然后我又觉得怕太摊开的时候它没有太大的味道，所以我把它这个烤盘这个用锡箔纸给它拦住。我现在放了很多，下面铺了一层，上面也铺了一层这个香茅。我现在的问题是有点担心它会不会味道会太重。这个香茅的味道，确实有一点点就是柠檬的味道，柠檬草的味道，不是非常重，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个排骨的。
然后最后这个菜我还没有洗，待会儿准备蒜炒一下。一般的这个菜大家都是用来凉拌或做沙拉，但是我觉得中国吃法还是蒜炒一下比较好，准备试一下。朋友送的这个其实是给宝宝六个月以后含在嘴里的，但是因为他现在才四个月，不到四个月，所以我就在里面放上了小铃铛，然后就可以当手摇铃来使用。唯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千万不要让宝宝含在嘴里，他现在还没有就是说咬这些东西的意识，现在宝宝不到四个月，他只是专注于吃自己的小手，等到他开始学会咬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这可能就不太安全了。其实加油啊，来呀其实来，翻身了，哎呀，来，使劲啊，使劲啊，使劲啊，嗯，哎呀，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哎呀，又没有过来。再来一次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来给妈妈手手。一二，哎呀，坚持住！哎呀，成功了呀！西西好棒啊，耶，西西好棒啊。这个菜叶真的很大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有点刚才水崩的到处都是，它有点像我们东北的那种包菜饭包的那种大叶子，就是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叶子，但是它这梗还蛮脆的，你看这梗也挺粗的，所以我准备待会儿把它撕成小片来炒吧。拉料，要不要吃点辣的，女儿？来，你尝尝我做这个牛肉，这个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你能吃到 lemongrass 是什么味道吗？嗯，能。嗯，那香草很解腻，有个特殊的味道。有点柠檬香。嗯，能吃了吗？喜欢妈妈做的牛肉，对啊，我还不行。打了个嗝。嗯，尝尝这个。给你尝一个。你吃我炖的辣味。虽然是外国菜，但是做法还是都是中式的做法。对，其实它也不是完全的外国菜，它只不过是咱们从来都不买。你自己夹呗。只不过咱们从来都不在美国超市买这个菜，这个菜很硬的。嗯，啊，这菜真挺硬，它那杆我都特意没有放进去，那会更硬。这个吗？
妈妈放了 secret recipe， 你能吃出来？耶、yeah! ！这些菜稍微吃起来有一点点苦，有一点点苦。你看呢？你看呢？炒的。馋的。嗯。嗯啊。好，我女儿、啊。我女儿，以后食欲应该不错。他们这牛肉炖特别烂，你拍了眼有吗？那、嗯、是什么？哪一门？嗯，怎么样？香菜，萝卜牛肉炖的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好吧，好吃。嗯，它其实就像萝卜一样，我就管它叫萝卜，它其实叫无青。嗯，对，就是萝卜。吃起来就很像很像萝卜。嗯，我也觉得是萝卜。咱们那个有点像什么萝卜？像那个水萝卜，对。嗯。什么是水萝卜？就是那小红。出来带两个小东西来去图书馆取书了，走着，要戴口罩，拿图书馆的卡。OK， 我们到了，我先留了两个小东西在车里，我现在去把书还回去。它这边是有这种集装箱，然后只要把书放在集装箱里就可以了，但是。你还要给他们看你的卡，然后这样他们可以把书给你。啊，我拿到我的书了，特别快。啊，之前他们都是装在袋里面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他们就是只是这样散装的给这个书，然后会告诉你，就是会收到邮件告诉书已经 ready 了，然后就可以拿了。然后我现在可以给他了。进来啦，书拿到了。啊！拿着书回家的小臭臭，哎呦天，拉丝了！谁都说。